你们好吗？好久不见呀。Hello, Goodbleed. Hello, 大家，好久不见。你们最近好吗？疫情期间不能出门，我想是你们了。是啊，疫情期间不能出门，也不能去学校，快闷死我了。哈哈哈，我最近可忙了。忙什么呀？这不是快要过年了吗？都在准备过年的东西了。虽然是疫情，但这年还是要过的。那你们都忙些什么呢？去年我参加了一个线上冬令营活动，老师有教我们包饺子，所以今年的新年我准备包饺子给家人吃。哎，小金，你在做什么呀？我在做饺子呢。需要我帮忙吗？可以啊。哎，这么巧，我也是因为在冬令营活动学习到了剪纸，所以今年我也展现手艺，做了剪纸。因为是牛年，所以剪了头牛。你们的手艺真好呀！我呢，跟妹妹帮妈妈打扫房子。大扫除是为了除旧迎新。因为我不能跟朋友见面，只能视频通话。燕珍，新年快乐 ！Hello， 明谦，新年快乐呀！我们有好几个月没见面了。今年又无法见面，我想死你了。是啊，像现在这样通过视频通话给朋友们送祝福也挺好的。那你这次过年都准备了什么呀？我啊，昨天刚刚帮妈妈做好巧克力麦片饼干，看起来好好吃。你要不，然后呢，明天我打算打扫除。你呢？买新衣服了没呀？今年我和妈妈在网上买了好多新衣服，真高兴。看来咱们俩都已经准备好接应新年了，也准备拿红包了。那我先去忙了吧。我们下次再聊，拜拜。那好吧，再见。今年除了有很多好吃的，还可以拿到很多红包呢。爸爸妈妈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苹果代表着平安，这苹果送给你们。你们真乖，爸爸妈妈给你们红包，祝你们学业进步，健康成长。谢谢爸爸妈妈。哇，原来你们过年怎么好玩。是呀，最后我们给大家送祝福吧。我们崇文学校的初中生祝愿大家天天精神百倍，月月喜气洋洋，年年财源广进，事事平平安安，吉祥如意庆牛年，欢天喜地过大年。恭祝大家牛年快乐，牛气冲天。